土耳其中转站，下飞机一直往前走。 一直往前走。 在过安检，这边我们到国际的那一栏，这个是国内的。 我们是到国际中转站，passport control。 这个也不是，这个是到国内的，伊斯坦布尔国内的，要往前走。这里是 international， 这个就是国际中转的，不出机场，国际中转就是在这里，这个标志 international。OK，we go。
这里有很多在这里中转的人，就是进到免税店那里去，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待的中转的。我们现在过去，从这里检查完以后就进到第二层出发站。刚刚这里检查完出来，检查完出来跟着箭头走，找到往右转，进到二层出发层，往右转。这里有箭头显示到出发层，安检出来以后往右转到出发层第二层，上第二层。从第二层上来可以看到这个中心点，这个就是很多免税店候机出发层第二层免税店中心。然后从这里往左转右走直走，我们去找商务休息室。商务休息室就在这个免税店上层，免税店的上层就是商务休息室。从免税店的后面，我们往后面去找楼梯进去。这个上层就是休息室，看到吗？啊，走，我们从那个免税店后面进去。中心那个，走，前面的我切掉就好。找到免税店的侧面，上二楼商务休息室。Sorry.
往右转，免税店的后面 CDE 登机口。西一登机口附近看到这里有这个标志，商务休息室标志，从这个电梯走上去，从电梯走上去上二楼，找到二楼，如果有服务员问你是 business seat， 你就是不用去搭理他，不然他不让你上来的，不要给他看机票，看机票他不会让你上来的。一直上到二楼就到商务休息室，但是先要拿机票，先要拿机票给到这个服务台。好了，拿到换了登机牌了，在服务台换了登机牌了，重新然后就可以进来了。我们先到 WiFi 机器上面拿一下 WiFi， 把条码扫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拿一个 WiFi 密码。好，拿到 WiFi 密码，好，我们可以进去大吃大喝睡觉喽。我们可以休息了。